好，我们大家注意的聆听。今天呢，我们在这里哈，都要保持我们最佳听众的精神，我们都不要讲话，好不好？我们静静的聆听，保持会场的安静。谢谢大家。一打了，就全部一拿起，所以我说钱要不要东西，打个臭歌。并聚散，定中那刘伯温的规矩，轻则损兵折将，重则全军覆没。像老臣与主公乃是患难兄弟，情同骨肉的一般，这十万大军战将千员，也是老臣亲手教练，如今眼睁睁你们自入龙潭，是葬身火口，这不汉的街就要化为飞灰，怎不令人痛心呐、怎不令人破产，怎不令人
仙女要带来麻姑献寿，我们请出包慧玲、张深兰、张杰老师、李香辉、童泽鹏、戴萨、周平七位美丽的仙女，请上台。因为我们只有三支麦克风，好，就轮流用。
小姑娘，到头天穿飘我一口
带来的戏是打鱼杀家。好，我们一起欢迎袁先生。开始。为我们演唱，周平今天带来的是《霸王别姬》，看霸王在帐中怎么处的。好，我们一起热烈的掌声欢迎他。这应该是你的处女秀，是不是第一次？好，我们一起给他热烈的掌声，给他鼓励。
莲老师。
哇，谢谢谢谢谢谢韩光启先生，我真的好像是看到了哈，曾经教了一年的戏剧史，是不是？哈，他的学生呢很有名的哈，我念念他的名字：赵正军，还有呢安平跟张晶，都是著名的演员，还有文武场的哈。所以呢，老师今天呢站在这个地方，他非常的棒的，就是说他住在 Union City， 非常的远，但是呢，他每次练唱的时候，不顾他自己的身体哈，还有呢就是转车要转4次的车，才可以到姚老师这边来练，对不对？非常的辛苦，可是风雨无阻，他非常的认真，真的应该是模范老师、模范生哈。我们今天呢，请到吴老师来演唱的是《白蛇传》，我们现在呢，一起给他热烈的掌声哈，谢谢他。拐杖上台是很不雅的，但是我没办法，我的腰子要不住棍儿，我的腰子提不起来，请谅解。
刚刚有那个听众说太短了，希望你能再唱一出。再来一个。再来一个。我们去送两个。好，我们一起再听哈。哎哎，可可以。Thank you.
常的精彩哈，欢乐的时光，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。现在呢，上半场的节目到这边，我们休息15分钟，15分钟后再请各位回到这里，我们也让文武场休息一下，厕所在出门的地方左边。